小朋友其中一個我哋感統入邊咧，叫本體覺嘅發展咧。如果譬如本身本體覺咧，就會牽涉到我哋自己對自己嘅身體嘅一個嘅認識，同埋我哋嗰個嘅身體嘅感覺。譬如我哋可能係上落樓梯，點解可以唔使望樓梯啊？見到有一個好窄嘅路啊，我哋識得側身啊，點樣我哋穿過去又唔會撞到牆啦？咁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對自己身體嗰個控制嘅一部分嚟嘅。小朋友咧，其實由佢一出世。開始其實這個本體覺已經開始發展了，因為現今的都市很多東西沒得玩沒得嘗試，太多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本體覺發展的。最常見的話就是小朋友小時候就會比較有些我們叫論盡的行為了。本身這些不可以叫疾病，不過會令我們生活或者在日常的學習和小朋友的成長會造成多少的障礙，會影響小朋友一個自信心的發展的。冇自信的小朋友咧，其實喺多方面嘅學習咧，都會受影響。咦，係喎，佢唔打喎，耶！